Hello， 欢迎回到单车时代。近期在家里面闷久了，是不是该买台训练台来锻炼一下自己了呢？今天壮哥就要为各位介绍全新的训练台——智骑的 Think Rider X7 Pro。究竟这台训练台有什么样特别之处呢？就跟着壮哥一起看下去吧。整体训练台重量为25公斤，踩后轮的直驱式安装，最大功率为2500瓦，模拟的坡度为16-20%，功率的误差值为正负2%，那正负5%的缓冲弧度，除了模拟真实的骑行路感，抽车与操控上面也有更真实的骑乘感受。X7 Pro 也支援了 Briton 跟 Garmin 的码表。使用的时候，噪音的分贝值为57左右，在家使用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会吵到邻居。收纳上面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将支撑脚收回即可。那原厂的棘轮座预设为 Shimano， 如果要更换为其他的厂牌，只要在购买前先告知原厂，便会在出货前先行更换，让你一拿到训练台就能够马上使用咯。X7 Pro 也提供了保护壳的设计，当你在家骑训练台骑久了，多少都会产生热能。如果家里有小孩或是宠物，可能不小心会因此受伤。有了保护壳，便能够保护家中的小朋友跟宠物的安全咯。那相较其他的品牌， X7 Pro 特别研发了自动皮带张力器控制技术，除了减少打滑的问题，也能够降低皮带的维修率。在搭载蓝牙与 ANT Plus 下，就能够使用第三方的骑乘软体来自我训练了。这边就要特别提到 X7 Pro 提供了自家免费 App Power Fun， 不只拥有世界各地的路线，也提供了功率训练课程，无需外出就能够在家功率训练，甚至自己制定的课表还可以分享给朋友，让你跟朋友一起在家做训练哦。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价位了，X7 Pro 单机附上快拆与碟刹统轴的转换座，只要20800。壮哥这次开箱的是X7 Pro 的套装版，套装版多了地垫与飞轮，也只要22800。如果你还在思考该买哪家训练台的话，X7 Pro 会是你的好选择哦。以上就是智骑 Dream Rider X7 Pro 的分享。那壮哥实际使用下来是非常的满意，除了训练台该有的功能一向都没有少之外，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。如果心动的朋友们，赶快去跟代理商洽询吧。我是壮哥，我们下部影片见 ，See you。